30公里，然后我们今天到这边的玻璃吊桥来走一圈，看这边的玻璃吊桥是什么样的。这远，现在我们在桥的下面，看起来挺高的，就在那边顶上，然后又上去看一圈。大皮马艇。不要穿什么鞋了，你们。一摔把我拽跌倒，我跟你讲。shit， 你以为玻璃站的？你不要靠着我。走到中间去。哎呦！扶我扶这么紧，抱我抱这么紧干嘛？深呼吸，看远处。人生总有一点难关需要克服，对不对？你走过一圈已经是挑战了自我了，你已经是新的人生了，对不对？刚才发言，你说是不是？拍一下我们彭总表情，这个，这血压现在已经140了。视频开了，开了，什么感觉？什么？这有什么的？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好啦，停。恐怖的，其实不看，不看下面还好，下面是基本上感觉没踩什么东西。如果它是一条没有这种玻璃的话还好，直接看下面是其实没什么感觉，主要是感觉踩在这个空的地方，只有玻璃栈道，然后从下面上来了。